我是 Happy Hair Miyaki。那由于就是平常工作的关系，所以常接触到网拍 model 的一个造型的部分，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要换上比如说数百套的衣服。那其实今天就是为大家来揭晓这个幕后的一个花絮。我现在先来介绍第一款的部分，从 model 的脚开始，一直延伸到衣服，包括腰带，像帽子的部分也是非常的一个主流。在卷度的部分，我们会利用大跟中的电棒去做 mix 在一起，营造出整个让你觉得是夏日，然后比较轻盈的一个甜美波西米亚风。我们为大家示范的第二个造型，我们从衣服来看呢，是比较属于淡蓝色，然后格子，所以其实选择白色的，然后还有一点像罗马鞋去做一个搭配。手上的一个饰品是比较 bling bling， 有点水钻的一个感觉。在头发的重点，第一个步骤我们是利用吹风机对着头发朝下去拉，创造出一个非常大 C 跟一个大波浪的一个线条。因为我们搭配的花圈，所以在刘海部分我们就选用今年也非常流行的一个中分的一个感觉，让整个自己的脸型有拉长的一个效果。其实从鞋子到衣服，整个整体上到头发，还有一个花圈的部分，其实这样的风格别人看到你一定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休闲度假风，那自己的心情上也可以非常的愉悦。我们要来示范的第三个造型是一个属于比较时尚名媛风。那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先帮她扎一个马尾，再稍微给她一点点的线条，让整个看起来就比较时尚，然后就是比较属于名媛风的一个味道。这个马尾我们把它梳好以后，我们就直接用橡皮筋，然后去把它给绑起来。绑好以后，我们轻轻的把这个马尾的方向调好，然后让它比较蓬松的一个味道。我会建议可以用手指轻轻把它往下推，这部分我们马尾就轻轻的把它往上推，让它呈现比较蓬松。以外，刚刚我们放下来这两撮也是可以忽略它，稍微沾一点点发蜡，然后再把它顺一下。在头顶，我们再就是装加上一个蝴蝶结来装饰它。那蝴蝶结的话，我们是选用比较偏纱质，因为名媛的感觉总是就是觉得就是纱的部分跟缎面的一个蝴蝶结会比较适合。那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名媛风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刘海通常我们都会把它摆放比较旁分一点，只要把它顺着往旁边，然后把它整理好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时尚名媛风。那我们先从整体来看，我们先从脚的部分，然后它一样是比较像藤编的，那继续往上延伸，它材质是一个缎面的，加上我们中间的腰带，它是一个蝴蝶结。那再来就是我们手环的部分呢，是选择就是材质是有水钻，然后光滑面。看了这么多的造型变化，除了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配件，相信发型也是整体造型中的关键之一哦。